把这个小家伙放回窝里面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去和那个新来的小妹妹好好的培养了一会儿感情。没想到我一进房间啊，地上又多了两只猫。我也不知道是叔叔叼过来的呢，还是小猫自己爬过来的，所以我就坐在那边想看个究竟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幕。